大家好，我是刘君荣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获利方程式》节目现场。预祝所有投资朋友新年快乐！投资朋友今年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要去迎接2017年呢？今天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去结束2016年呢？好，台股的表现100%，我认为今年的表现真的是100分的，连礼拜五的收盘也刚好是100分吼。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上个礼拜五？上个礼拜四跟大家预告的三日必见白点中长红的新年礼物嘞，好，我不晓得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迎接这个新年。好，我也希望我的会员朋友，好，放下一切，所有该烦恼的都交给刘老师来烦恼了。因为今天这根中长红，好，让我们知道说一点都不能够有这种休息的心态，因为接下来行情还非常有得忙，股票要挑。期货选择要全要盯，未来目标价会一路冲锋到这个农历封关的机会，我认为已经是十拿九稳了。我们接下来会加倍奉还，加倍努力，把所有会员朋友对我们支持加倍奉还给所有投资朋友。吼，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收到刘老师跟大家预告的白点中长红？而且我的解盘不止说白点中长红，侧标上面公开预告，至少2根以上的白点中长红。好，今天我们会员朋友是很开心的，尤其是起播会员朋友，好，前5天入会的投资朋友，好，扎扎实实2根白点中长红哦。希望所有投资朋友新年快乐哈，而且政府的一个企图心也非常强。好，那今天推出了当冲，这个税率减半到1/1.5%，哎，这个好像跟刘老师这几天跟大家强力推出的。好，由于任何一点点机会都不能够放过，好，所以刘老师说剩下来1月的一个时间，交易天数比较短，好，所以刘老师额外加给大家一份新年礼物，好，1月、2月当中，任何盘中可以当冲交易，可以领先，当天就把它赚起来了。我在所有群组我都回馈给所有的投资朋友，我一直跟大家报告的。哎，今天刚好证交这个。交易税当冲的一个减半，哎，刚好就符合我们原先送给大家新年礼物。好，那这一根白点的中长红，真的来的恰恰当当吼，他也告诉我们说要一路冲刺到封关了吼。好，如果你错过了这2根白点中长红新年礼物的一个投资朋友，好，不要气馁，今天既然是一年一度，好，这个新年的这个节目，好，刘老师今天绝对有新年礼物要送给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。好，包含已经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。好，来，今天这个盘市格局往上冲的一个过程里面，好，最高加权指数曾经大涨106点，9259哈。好，我告诉我会员朋友，这个气势今天就是拉中长红做账的哈，只不过9259你不能追，9259你不能追。所以早上气势对了，市价9250做多，刚好攻到这个39分的位置点。我请我会员朋友9275附近试价卖，结果差一点点卖在今天的最高点9282。一卖掉之后急杀 ABC 回来，回撤前一波整理平台，稳了9240，我们再重新再把，好，这是多单买回。起波的部分9150到这个收盘价已经111点了哈。好，投资朋友，你要买5口也可以，1口也可以，10口也可以。我认为那种夸大绩效，把做对的时候把这个绩效额外的一个放大。我觉得那一点，重点是9150，刘老师告诉你说大买布局这2根中长红喷出的时候，你买了吗？你有刘老师获利方程式了吗？你赚到这2根白点中长红喷出了吗？你资金够，你10口20口你就买啊！我们要夸大绩效，100口200口我都可以这样说啊。重点是上个礼拜长黑洗盘。洗到9100点的时候，你布局的绝佳政治面利空买点喷出这2根白点中长红了吗？好，那下个礼拜行情怎么样看？我今天解盘会把所有的焦点放在这个下个礼拜的细微波走势规划，包含当冲的规划哈。等一下怎么看？我等一下会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解析。好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所有交易的重心。那关于大盘，廖老师只讲一句话哈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个下杀马上又可以急拉起来了，诱攻的阶段。
中期的趋势波形，我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讲，我们集中在下个礼拜的焦点。但是你想要了解2017年怎么样抢红包的，好，我认为明年的行情高低点的价差至少1500点到2000点以上。好，在这里我认为最少的一个转折规划至少3000点。好，那刚好1月7号、1月8号，我们买什么股票？我们北中南演讲今天就可以进行一个预约的动作。我的讲题是2017年的中长波的规划，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转折？好，那关于整个行情来讲，刘老师一定会努力，接下来的一个月封关之前加倍奉还给所有的投资朋友，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一波是最后一个空想，接下来按照我规划，2017年是最好操作的一个年度，因为大概在这个时间波浪中长线的规划里面，是大长线的5支3波。好，关于2-3年的一个行情。之后的行情，我反而认为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但是最好操作的一个行情应该是2017年。好，所以你真的想要去了解大波段转折的规划，1月7号、1月8号，啊，北中南一个免费演讲预约，欢迎所有投资朋友去做掌握。但是我认为下个礼拜的重点，假设川普长黑重新拉站上，有一个最小等幅对称测幅，农历封关年前，你至少把这一波行情赚起来。好，所以刘老师说，全方位的获利方程式，不论期冲、期波、选择权、股票，或是我们资金管理，好，不管是任何哪一个群组，这2个月额外有一个新年礼物送给大家。好，我们先讲股票的部分。来，股票一定要挑到一些主流股、中大型全值股，爆波段你才能赚大钱。好，但是不是从头报到尾，你还是要做价差，像台积电、像鸿海。但是看着台积电、鸿海，刘老师每周也会想办法帮他赚红包。好，比如说台积电这个130多块钱，好，143块钱的买点，155块钱的买点，170块钱的买点，好，188块钱的买点，利空入市，你可以赚更多。好，可是这种大主流概念股，好，你一报，因为它虽然大型涨得慢，但是你可以买很多。好，可是每个礼拜，如果你看到这些股票是稳固的，你看着台积电可不可以额外的加码享受，先赚百万元，先赚20万元红包。你们可以不可以先买，再加码台积电资金，先去加码神盾，这个礼拜100万再赚20万元的一个红包。我们会额外看着这些大主流，挑相关联动的概念股，加码这种中小股、新股。接下来这一个月，也是想办法每周帮你去掌握到1-2根涨停板，赚短线的红包哈。重点是严格帮你筛选财报，专攻我们就抓主流成长股。今年你就做主流成长股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比如说这3天，刘老师只跟大家讲一档新年礼物，就是这档股票。好，新年前就会冲。而且还会冲到农历年，15倍本益比，这样股票主流成长股，既然2017年有机会加倍奉还，股价也绝对会加倍奉还。你如果可以在157块钱左右布局，投资朋友，我的会员朋友没有10张赚20万，有没有望将近2根涨停板价差了？好，这3天的节目，刘老师就只讲这2档新年礼物哦。还有这个是神盾，刘老师说你要开始去注意投信押宝的作战股神盾，从140元进场布局，10张25万哦。这档股票从240多元跟大家介绍，10张享受到今天为止，有没有10张赚20万？百万元集中进场自己的资金，你有没有赚2根涨停板价差？你这个礼拜有没有10张赚20万？你这个礼拜有没有10张赚25万？你这个礼拜有没有10张赚20万？好，这个还不是我们今年真的2016年的代表作。今年赚最多的是这档股票。好，从2690元，好，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者是超高价，像大力光、像台积电、鸿海这种主流股，真的你要咬一个波段才赚得到钱啊。今年单单是基本多单到现在为止150万了，好，
好，这个三尊头肩底型，下个礼拜过去，又是另外一波主升段向喷了。投资朋友，你今年有赚260万吗？好，我们起一波赚6000点，还不是赚最多的群组。好，我们做资产管理班，好，我们做股票高价群组的一档大力光，260万，8个月的时间。好，这一根带倒装反转跳空的时候，再重新再把第二笔多单买回来，这里卖，这里买回，这里卖，这里买回，这里卖，这里买回。好，基本持股爆多段，咬它冲刺的主升段，利空入市，懂得赚钱。好，更重要的是，短线有加码机会的时候，好，你也可以找联动相关的概念股去做一个短线的加码。好，刘老师反复跟他报告过了哈。那至于我们这个期货当中的部分，刘老师刚刚跟大家讲过了哈，投资朋友。来，这个是我们全方位的获利方程式哈。如果你盘前知道这个盘势格局，好，基本的气势就是要拉高做封关结账。不论你盘看得多坏，你是不是今天看得到？今天先把它赚起来。好，来，基本单态度要表现，到底今天是多是空？我今天想办法跟大家，跟我会没有报告说今天会冲哈。好，隔日盘前挂9200点，这笔没有买到。哦，投资朋友，你看今天是早上台子期又撮合，你敢？昨天收918几，你今天敢高挂都已经算很厉害了啦，结果没有想到挂9200点，还买不到。你没有事先的准备，看到今天会再出3天里面第二根8点中长红，你怎么挂得出来？好，但是马上调整，8点52分，9250市价买多。好，一直到这全部都这一条线是9248哦，你一直到9点半都买得到哦。好，但是冲高的时间点，盘前有没有事先跟你预告？9259是短压，今天现货最高点在哪里？刚好是9点40分。那台指期货已经冲到9275附近了，你试价卖一趟，是不是几乎卖到9282？好，你卖出去，台指期货有没有向下做一个短波急杀？好，杀下来嘞，投资朋友。今年政府这么大刀阔斧、积极的企图心已经拿出来了嘛？那你要不要赞助一下？压回短波支撑，再把它买回来。好，投资朋友，尾盘是不是又一个向上的一个冲刺，冲到9262？好，来，当天看得到的当天赚哈，当天看得到的当天赚。现阶段我们所有，不管股票，不如期货、资产管理，好，我是选择权。只有今天哈，只有今天，额外送给大家一个新年礼物，1月加2月，加赠这样的集中讯息，好，呼应政府政策，全力拼经济，好不好？你想要赚新年红包的，赶快跟上我们脚步。那关于后续这盘势格局，中期波段趋势有哪些看法？好，那以及我说的，好，关于这个中长线的2017年的大波段转折的规划，你可以直接洽询刘老师的服务来源，好吧？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期货、股票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。市场的常胜军。
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好，来到我们现场。那关于日线图在出现这两根白点中转红，投资朋友，我们终于可以了解到说，非经济面的政治导控因素永远是你今年赚钱的最好利空入市的机会，这个就是你的获利方程式。好，那额外新年礼物回馈给所有投资朋友。好，这个已经是当作是一年一度。好，今天一定最便宜。我为什么把沙海林先生跟柯文哲先生的一个合照，因为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两岸政治形势最近真的很紧张，好，笑谣言鳄鱼一堆。好，可是在今年的二月，2017年的2月，好，原本国台办的一个主任张志军可能会由这个沙海林接任。好，那这个是个非常重要哦，因为理论上张志军的一个任期到2018年，那为什么提前在今年就撤换？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，张志军先生对于上意揣摩错了，才造就了这个市场谣言鳄鱼非常多。那这则消息出来已经告诉大家，跟台湾关系非常好，跟柯文哲关系非常好，沙海林接任，告诉你其实两岸完完全全没有问题。好，可是市场为什么要额外在这前一个礼拜向下做这样的扫盘呢？好，来，投资朋友，恭喜所有会员朋友快乐过新年。好，在市场全面看空之下，我们期波今年最少已经累积超过6000点。好，我之前帮他精算过，至少7000多点。2017年，刘老师也会加倍奉还。吼，今年刘老师给自己的期许，最少及格，我也要操作出4000点。因为看得到的波形规划，至少3000点。详情有机会，刘老师在跟大家碰面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解析。吼，那我欢迎我说投资朋友申请续约。吼，那这一波在农历年前，到底可以冲刺到哪里？不要忘了，刘老师提醒所有投资朋友说，9599以后，我们的服务费用要往上去做一个调整。好，这是被迫，电视台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吼，啊，投资朋友，你一定要把握2017年，因为刘老师不晓得在这个市场还要服务大家2年或3年，不知道。啊，因为私底下这2年的一个时间，好，其实有一些认识的操盘手，好，甚至于私募基金，那甚至于有一些甚至是大陆方面的。好，可是我觉得陪着投资朋友一同作战，我觉得非常快乐，我们才一直坚持在这里。好，我把每一天，我把每一年都当作是跟会员朋友相处最后一段时刻。好，就像有很多老师都已经放假了，连线都看不到人啊，没行情，节目根本就不上啊。刘老师有没有告诉大家，这因为这里有行情？好，所以今天的一个年终礼物哦，除了实名我们加送这个集中性，也欢迎我们会员朋友哦。如果已经有一段时间认为加权指数没有什么波动的，这一波行情你一定要好好掌握啦。如同我讲的，最好操作的是2017年。好，因为它在一个第三波，
主神论的规划时间波里面。好，不要等到这个盘势格局攻到过10393了11000了，你才要做一个进场哈。我们只有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哈。好，那额外咧，如果是我们那个会员朋友的话，这个礼拜我们开放5个资产管理班4倍数班，好，你可以请洽询我们的服务人员哈。这一波盘势格局，投资朋友，好，当加权指数下杀到了9078的时刻点，来，这个是12月22号刘老师公开节目当中跟大家报告，重压大买，政治利空洗盘，其实是酝酿3D 变盘交代七重转折低，是另外数千点行情的起涨点，超跌两根长黑。绝对两根中长红，新年礼物送给大家，跟着刘老师12月30号快乐过新年。这两根长红会费已经回来了，我们起播会员啊，刘老师有没有分析到、解释到、看到、买到、做到、赚到，快乐迎接新年礼物，放下2016年，好，也许你赔了6000点，这个都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全力冲刺2017年啊，而且严格说起来，今年还没结束哎，还在这个鸡飞狗跳猴年嘛，泼猴年嘛。好，我在农历新年我就跟大家报告，今年4000点以上的行情。好，因为叫泼猴年，多空你都要做。6000点，好，我们给自己最少的目标，不要输过去年了。4000点，怎么样规划，怎么样做？你有了扣讯，想办法帮你赚起来。来，12月22号告诉大家，3日必见8点中行，非大涨大赚不可。全力9150重压大买，好。如果你知道C5扩延必定强弹，你会把这200点赚起来。如果你知道七重转折未来其实轻松说过万点，你这里会重压大买。如果你知道这里是政治面利空超跌洗盘，非大涨大赚不可，你一定会先把多单买满，大赚到9250这两根白点中长红。如果你知道这个盘势格局一点都不能休息，因为有行情，封关前、封关后、农历年前都在主升段时间波，你就会规划这里是结算在最高点，甚至于昨天、前天9200点起一波的会员，还会掌握9200点，我们买最高的成本，全力买到满。告诉你说，你今年有没有赚1500点？你少赚了6000点了。2017年你要赚6000点，你交给谁？政治面利空，政治面利空，剩下30个交易日，你要交给谁？你要放下2016，还是要开始全新冲刺2017了？告诉你以后，指标最高，隔天会强冲了，把握每一波盘中转折的一个机会，看得到的赚起来。画不到的那种莫须有的这种空头的梦，留给这些空头老师。你想要赚钱的，今天刘老师说，好，除了我们所说的，好的，投资朋友，来，新年礼物，你不要错过了哈。那当然，欢迎所有哦，已经是我们会员朋友，你想要加购期货波段信息的，或者是已经有期波讯的，加购这个期货当中讯的。只要是提前升级续约，在这个周末期间，没关系，你洽询你的服务人员。好，我有特别的新年礼物要送给大家，今天有特别新年礼物，好，一年一度，绝对最优惠。好，那当然，欢迎所有已经对台股失望投资朋友，这反而是你赚钱的机会。升级回娘家，我们全数直接升等操盘室清代的4倍数资产管理专班，只有5个名额，这个新年礼物先抢先赢，预祝大家投资顺利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上台湾抗震网，期货股票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、用心、负责的态度，为您创造财富，市场的常胜军。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期货股票选择权，绝对报酬策略，多空双向灵活布局，您创富的最佳伙伴。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亚洲投顾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姐，谢谢你，从我2年前失能后，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。没什么啦，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，等实施之后，妈跟我就轻松多了。什么是长照保险？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，全民共同分担保费。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，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。支持长照保险，减轻照顾负担。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言医师，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，我是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医师。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不严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。从医师的专业立场，我们郑重呼吁。五合公卫。